欢迎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为了讲要来公平偏向的民众提敬老爱心卡，就会当就经济客停车。目前除了溪地乡以外，县府也搁伫德山镇，也搁有罗国乡的交界这个所在，新增加第二处的客停车站。长辈拢真热闹，出门要看医生、买物件等等，是方便真济。用这张路，嘿。较早若要出门，就必须等公车，定定一等就至少要半点钟。现在南投县政府伫德山六个交界所在，增设一处客停车派遣站，提敬老爱心卡就会当叫车坐车，地方长辈拢真欢喜。我甲这个老板是好朋友，所以我有足侪朋友，要坐车，我拢会叫伊的车。有这个送一个爱心卡吼。我有一挂长辈啥，拢会当坐伊的车，做一个真好个迄个服务。嘿，落高以前坐车真无方便，尤其是我若叫车，拢爱对德山迄边过，嘛无每一台公车拢有停啊。我都有那么坐过呀。你主要是坐去倒位？坐德山呐、啊。嘿。对，我坐啊。你来去德山创啥？用喙齿啦，我感觉有比坐公车较方便无？是有较方便啦，较免停候啊。南投县长柯淑华表示，县府今年度透过甲在地客停车合作，让地域客停车买当清洁偏乡提供服务，就有敬老爱心卡的福利补助，改善偏乡地区地道公共交通服务机能。在比较偏远的山区哦，还是有很多计程车没有办法服务到了。那么县政府为了改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，我们也跟很多的车行大家来极力的来合作。那同时呢，来寻求他们的支持。除了一方面我们鼓励在地的车队呢自己成立起来之外呢，那么我们县政府呢，我们也透过一些新的计划，在整个竹鹿地区，如果我们是两个礼拜就有200多位的长辈来乘坐，可见我们这个效益还是蛮好的。那每天呢都会有固定的三台车在这边。互相的一个轮班，那么调度。县政府咱唔惊出钱啦吼，咱是干那烦恼讲吼，咱的乡亲时代吼，未晓来使用吼，这个爱心的这个共乘的计程车哈，补足呢我们的客运大众运输没有办法到达的地方。那我们再次请我们的社区尽量来帮忙推广，让我们这个派遣站的功能性能够用到最大，也能够让我们的长辈这个敬老爱心卡能够充分的利用，让生活上带来一些便捷。县府社会及劳动处指出，罗国乡地域客停车派遣站叫车专线是0903886995，预计试办到九月底，希望让更加多罗国第三的民众方便用敬老爱心卡坐地域客停车。记者陈博道。